头发就影响你觉得舒服啦。一二三开始。好。要影多次，因為甩咗兩響。同埋呢度中間嗰度咧，我成日眼係好中意咁嘅喎，可能慣咗啊，即係覺得冇挑戰性嘅啫。我冇挑戰性，我就好中意咁喎。OK， 有冇方便？好攰啊，隻手。好，係啊，攰㗎。最後一次啊，呢一首。冇得零㗎。冇得零。咁廢嘅。你有得零嘅咩？可以。有啲係有得咁樣轉。哦。你講。好，你開始我就得了。嗯，係啦，打橫好啲。你記不記得我們講過不用這個角度，我們玩的，是不是你又不是想著拍照？我開始想著的，你幫我拍嘛。那你我站那邊你不是可以拍嗎？不用了，可以放在那邊將來啊。不過你拍得挺準的，因為我就想這樣定了定了，然後這個麥克風我想放到不是，我成日你咁样拍。搞掂咗之后，我哋一起落去 recital room 度拍啦。呢个我哋当玩就算啦。我 delete 咗有冇 ？delete 咯，其实可以摆 IG。唔系，呢个唔摆。咁咪会坏？次次平时我点摆？可能我平时少见啦。呢個好像結婚的，這個第二個。你不要用這個角度拍的話，哇，做錯樣了。你看你的手肥到緊，你擺那個位置正，還有你 focus 住在一個頻道，你的手上。是啊，好慘啊，鏡頭咁樣拍，仲有咧
完全是沒有，但是這樣就可以有兩個的我咯。但是你不覺得很怪的嗎？即是人家這樣的制度變成一半，但是你都要這樣拍的，真的怪了。因為呢剛才有個段古的，我稍後先看看哪條片好先。這麼怪的那段故事就是本身呢 BB 站在這裡，我就想著試試用這個角度拍的，跟著呢 BB 就看著哥哥打，即不是打機啊，看 YouTube 啊，分了心啊，不拍我就亂來的，或者是不 focus 的，那我就叫他站在這裡。次次這個位置就最 perfect 的，因為如果有兩兄弟兩姊妹那些，就是那個人做什麼事都不會影響到。這裡咦，我條腰夠力喎。你有練腹肌啊？有啊，不過未練到六嚿啦，得兩條線咯。嗯，我之前練咗四嚿，唔係四嚿都有少少，不過都仍然有個好攬仔嘅，但係就比先前實淨咗，就事實係係嘅。我學唔係原本有四嚿，但係後屘我食翻藥片，我排肥咗又見到。喂，而家你唔係你整體都係瘦噶嘛？好，試下呢個先。儲存容量，但係 video 同埋相，即係成部機用咗幾多容量？咁就係64啊嘛，64唔算細，最細係16，第二就32，跟住就64啦。最大咧？最大128好似。哦，咁即係我64咯。嗯，係64，但係所以你唔多啦，真係。但係點解佢成日叫我買 storage 我唔夠嘅？我點知啫？成日啲相去到某個位就係話唔夠啦。我可以繼續影嘅，我覺得佢幾好，佢會俾好大個 buffer 你嘅，唔會話你一爆佢就唔俾你拍嘢，唔俾你影相。之前我計嗰個係，係一嘢就通知你，你就冇得用。咁佢唔係，你仍然可以拍咯。咁但係佢就會想你買佢$100一個月嗰啲咯。但係我未買咯，其實我應該會買嘅。但係我冇得唔死嘅。係啊，即係我相信可能佢預早提你喎，我真係唔知，我冇研究過。不過就真係幾好用。我哋谂下佢点样可以练快嗰、那个翻返去中间而唔会有错啊 ？Natalie， 哇！我得翻九点几嘅，犀利少啊！呢度咧个重点就系嗰、那个哒哒哒哒哒系要平均，又唔可以。不可以是善音，我有咩？冇，我提你啫，提个YouTube 啫。我唱咩唱先？
首你都有機會幫我練噶嘛。Shadow 嗰首我諗你快快脆脆練。Shadow 冇人彈咩？冇人好似你彈得咁快嘛。我又唔吹手。全部都是個尾指要按的，它雖然有個 pedal hold 住，但是它都想你那個finger， 即是那個 finger pedal， 這個記得是沒有東西的。 I mean， 唉，我畫得不靚，知道不知道，即是没有灰毛葵啊，类似啦。
無悔無唔係就係咪讀無悔無愧啊？係無悔無愧樂譜，搞笑！我哋嘅溝通方式好核突。無悔無愧樂譜，我想彈個手，趁今日可以賀一賀個大結局啊嘛，好唔好啊？你點 send 俾我啊？我 cap 圖咯。跟住你 delete 咗佢啊！你俾我先啦。我邊個位我都 delete 咗相啊！我啲手就自拍啊！咁你少啲自拍得唔得？唔得，我天生麗質梗係影多啲。天生麗質難自棄係咪啊？係咯，冇得影啊，鎖住曬。嚇？send 俾我得唔得？即系 send 条 link 俾我，跟住我嚟 cap 啊！魚蛋村，魚蛋村啊，好啊，好出名嘅佢。未收到，未 send 嘅收唔到啦，你別啊！即系我沉咗底啦，得啦。易了解，我成日我好多人攬底，睇下先，睇得唔得先？咦，鎖住咗嘅？係啊。點解嘅？點知啫？問問邊個？冇，咁冇得行咯。要點啊？唔知道。有事。但係最衰佢嗰個琴譜，我睇唔到後邊啊！咁啊，你揾無悔無愧 Every Piano 嗰個啦，嗰個唔會啊，因為嗰個要會員啫，應該有啊，正常嘅曬嗰個，係咪先？唔知啊，真係，同埋揾得太急啦，無啦啦見到你就諗起佢啦。你去用呢 I feel piano 不如落面呢好你有咩？屋企有。喂，咁你唔彈，快啲彈啦，同我一齊玩啦，乖。唔識彈，我上咗啲咁噔，跟住唔識噶都。得。
村長。哦，欸，你幫我開，應該是個細佬。Hello， 細佬。OK， 拜拜，陣間見。嚇？哇，咁大風嘅，好邪風喎，噃。都冇錯。阿新姨，你自己去嗰度開攞張名信。你要放下你先，你等我陣。你个袋放在那边，干净唔净啊？边度啊？是但啦，冇所谓。点样？几多嘢？卅几啊？我四十个信心。真系噶？假嘅。我卅九啊。都唔得啦，我三十七、三十八噶 ，sorry。為什麼你的腳這麼大？你不跟我那裡有41天？有啊，我堂家才42天。我害怕，你大我一歲而已，不是一年半，一年半。其實腳大是一件好事，為什麼？因為我都覺得不是，我也是。怎樣有表現？你按那個，我們應該沒有識到的，那個Google Chrome。你？這個？是，按吧。你按吧。系啦，跟住你應該睇到 YouTube 嗰度，系啦 ，lock 咗都話係呢個噶啦，一陣間你走咗嘅時候，我再慢慢揾啦。嗯，哦，得得得，嗯，得得得，F A C D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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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其實現在剔住了是四個 sharp， 又要找音又要找 chord 嘛，其實太難了。我那時候找了一些音，右手音單音，然後配埋個 chord 應該可以得，不過它有五個 page， 我陣間要 share 先，我知道你叫我老公幫我印出來先。片尾曲呢，你想不想做的片尾曲，片尾那個應該是谷谷谷，不知道什麼宮心計意心宮計片尾曲。弟弟，昨天陪家姐去比賽有沒有感覺啊？何時到你啊？何時到你拿著獎杯先？飛蛾撲火OK 啊， OK 啊，這個我喜歡啊，飛蛾撲火啊，飞蛾扑火，琴好，得，好啊，呢个应该有啦啩，耶，唔使配曲啦，呢个我哋自己嚟配曲啊 ，send 俾我，我 send 个 link 俾你，好啊好啊，冇问题。玩埋呢首，食咗嘢未啊？你未食 lunch？ 你叫我飛蛾？婷婷啊，婷婷 OK 喎，呢個應該。
要俾錢啊嗰、那個邊個頭先嗰個邊個嚟㗎？佢入邊嘅。哦，叫佢 download 啊？唔係，佢話要俾錢嗰、那個唔使啦，我哋玩呢個啦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會咗包好玩咧、欸，嚟啊，玩呢、這個我哋。不是吧？呢個咧放埋縮小還原。咁得唔得啊？一百蚊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呢？是這首嗎？我寫著飛蛾婆婆的，他是寫飛蛾婆婆，好像不是這首喎，十字架來的喎，即公心計二心公計片尾曲。你應該找了基督徒的歌應該考得過去。我知道個名字是，但是它內容不是，不是這個，這個是神那些歌來的，點了他們。心公計，喂喂喂，心公計你的頭。維基百科，公心計二心公，公心計二心公計。